大家好，那芬兰呢已经宣布啊，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弹药。那这也是芬兰二战以后啊，首次放弃中立国的地位啊，那开始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俄罗斯呢威胁芬兰不准加入北约，否则面临严重的军事后果。那芬兰总理马林周一28号他宣布啊，芬兰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那这项历史性的决定呢，象征芬兰正式啊转变了二战以后的中立国地位。那马林周一在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国防部长叫凯科宁啊，他表示啊，这批军事援助将包括2500支战斗步枪、15万发子弹、1500件反战车武器和7万份的野战口粮。军援呢将分两批发送，第一批呢将于3月1号开始，另一批呢将于3月2号发送。那周一呢，凯科宁也在政府议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啊，反坦克武器可以用来对付装甲车。这项决定意味着芬兰政策正式转变，自1956年苏联放弃二战后的芬兰南部租用海军基地以来，芬兰一直是保持中立国形象。凯科宁周日也曾暗示啊，政府将取消芬兰长期以来不向战区提供武器的政策，政府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运送攻击性武器。那马林称啊，这是一项历史性决定，并保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不会削弱芬兰自身的防御能力。芬兰周日还决定啊，向乌克兰提供头盔、防弹背心、急救设备，并允许爱沙尼亚向乌克兰捐赠原先属于芬兰的野战步枪。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2月25号曾警告啊，我们视芬兰政府的军事不结盟政策为确保北欧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芬兰加入北约将会面临严重的军事政治后果。那拜登呢也扩大对俄制裁啊，拜登政府呢将禁止俄罗斯的飞机进入美国领空。那周三呢，拜登政府啊将宣布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欧盟和加拿大此前已经采取了类似措施。那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政府和行业官员表示，欧盟和加拿大采取类似举措后，美国政府将宣布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具体时间尚不清楚，预计在未来24小时之内执行。那白宫官员曾私下询问此举是否会伤害美国供应链，产生其他负面影响。华尔街日报称啊，知情人士透露，该命令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布，并将适用于所有俄罗斯拥有的运营的飞机。白宫拒绝上述报道置评。那在禁令宣布之前啊，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还有优比速啊，本周都已停飞飞越俄罗斯境内的航班。根据白宫当地时间3月1号的公告呢，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当日进行了通话。那拜登的通话中啊强调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帮助，包括持续提供安全援助。那拜登呢今天啊将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他重点关注经济和乌克兰战争啊。那拜登呢还把重点放在经济通胀上，目前呢美国通胀啊处于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啊。那拜登呢今天晚上啊华盛顿时间9点啊将发表国情咨文，并将宣布禁止俄罗斯的飞机进入美国领空。那你从现在情况来看呢，包括对俄罗斯的制裁，再加上芬兰放弃中立国地位，大家可以看啊，你从地图上看现在像不像什么，像不像冷战，就是美苏冷战的一刻，铁幕拉下，沿俄罗斯边境，整个欧洲和俄罗斯被一道铁幕分开。俄罗斯飞机禁止进入美国领空，美国飞机不再飞往俄罗斯。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实际上呢，这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脱钩啊，美国希望和俄罗斯脱钩。我觉得给中国也提了个醒啊，之前呢中美脱钩啊，美国很多的这个学者啊希望中国和美国脱钩。中国有些人不太理解什么叫脱钩，你看看现在就叫脱钩，飞机不能互相飞，
经济贸易中断，啊，两国之间互相制裁，这就叫脱钩，啊，所以我说啊，中国一定要谨慎啊，在俄罗斯和欧洲和乌克兰这个战争中啊，中国一定要谨慎，不要陷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啊巨大的地缘政治漩涡。如果美国也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制裁手段，中美再脱钩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终将一战啊，世界大战是一定会啊爆发的。所以现在很难说世界未来的走向啊，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因为某一个国家领导人啊，他一时的决定呢，啊，很可能决定某些人一生啊，很可能决定未来几十年发展、上百年发展的一个。一个路程，所以我说啊，现在是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啊，不确定太多了。你可以看看，芬兰已经放弃中立国地位了，这铁幕已经拉起来了。那我再往下分析，大家想想，侵略完乌克兰，俄罗斯下一个要干嘛？那就是进攻芬兰呢，占领芬兰了。因为芬兰不是北约国家，北约没有必要保护芬兰。那芬兰现在在干什么啊？唇亡齿寒，芬兰当然知道，他知道下一个可能就是我。所以你可以想想欧洲现在这个紧张是吧，就像多米诺骨牌，推倒一个后面一连串都会倒下。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啊，这就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我呢，从我现在在北美的观察来看啊，大量的资本已经回流到美国了啊，回流到北美这个地区。现在看呢，短期内啊，欧洲的一些资本呢回流到美国，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欧洲持续的对抗，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啊都没有好处，也包括美国啊，因为美国不能独善其身。那也许美国考虑的是和全世界脱钩啊，他就远离欧亚大陆了啊，就玩他自己的，就像现在是在北美是吧，自己玩自己的，关起门来，因为毕竟两年三年的疫情啊，两到三年的疫情，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经济本身就处于各种隔绝的状态，啊，人员、物资都在隔绝。所以我说啊，现在整个世界呢，啊，正在平行。现在看呢，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啊，乌克兰的危机啊，会影响人类未来几十年，啊，甚至地缘政治上会出现一个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啊，我也会持续关注啊，有最新的消息呢，我也会及时给大家汇报。